10月15日，电影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在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。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改编自2004年同名经典韩剧，原版中苏志变、林秀晶唯美虐心的生死恋，也使其成为影迷心中最难忘的情侣。当天，电影版的两位主角锦荣与温馨也从场外 T 台纯白的地毯中走入发布会现场，为广大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的粉丝弥补了恩财无和结局的遗憾。不过虽说两人在戏里深情相恋，戏外却是斗嘴耍拼不断。这不，发布会上两人就互相爆料，互称对方为最佳损友。非常用心然后勤奋敬业的演员。对，其实我之前对他也没有过多的了解，也只是从一些然后得知的。对，然后后来我才发感觉来电有 love 的感觉吗？有 love 的 feel 吗？在戏里面我们是有的，在戏里面有很多，在戏里面是有的。好，那么我想问一下锦荣啊，直接理想中的女朋友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是更出色呢，还是她长得这么漂亮，个性那么可爱？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